因为阿扁在做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美国国防部有跟阿扁说，他说这样，你拿一千名的台湾人，听清楚哦， The people of Taiwan 哦，不是住在台湾这些人哦，他也知道，你在台湾，在中华民国在做兵，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啊，他说你叫本土台湾人一百名，你一个人出一千万，我给你训练，训练好以后，在我美国塞飞机，钱工资我来付，你看伊袂过啊。所以美国唔是无咧甲你帮忙，伊有想要甲你帮忙，但是你台湾的环境各方面啊，拢无法度来配合。所以美国即摆嘛真痛苦，所以美国即摆着急诶。你台湾民众较紧诶啦，坦白讲，咱这办嘛是真艰苦。因为66年用唔对的教育给你，甲你乌白讲，啊你乌白信，信到尾啊，甲今日你对台湾整个的情形，你无法度弄清楚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上课我都甲你讲，唔对呢。敢那平常甲你问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唔对呢，是安怎无所有权嘛？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是政治口号，是政治骗术。你骗你的支持，你不是讲你住伫台湾，台湾的这个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这个台湾的这个主权啊，是爱让政府来拥有。但是问题是台湾人还未组织家己的政府啊。400年来头一摆，台湾民政府因为战争的关系，有机会组织台湾平民政府啊。咱就是照这条路你去行，所以咱到今日非常通顺。我知影恁今日就伫遮，有真侪人要来以前，有接触足侪人甲你威胁，太太甲你威胁，你袂当去啦，会互掠去啦，所以。我跟你讲，有一张，伊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特别我唔敢讲是替咱啦，但最少迄张文是你替咱出的，一路讲的啦。迄张是啥？中华民国内政部用正式的公文讲，台湾民政府唔是非法的组织。等下我分给恁啦。啊，这真正看到鬼的，政府两字唔是非法的。我你跟中华民国在对抗，我没有非法，啊那安尼真好，安尼真好。所以你去年啊，阿扁啊去告美国的军事政府，你会记得无？那文我写啊，我写的啦。啊，高等，迄当阵，敢那是立法院内底国民党一个什么人去甲检举？高检署啊，就传我呢。啊，传的时阵内底吼，足趣味的。啊，我唔知我是证人还是被告，所以我敢叫我去的时阵啊，我一寡咱这好朋友吼，拢不对我去啊。啊，我大家拢面拢苦苦呢。啊，即下你死啊！你即下去吼，袂转来啊啦。我嘛是赶快西装穿啊，好势好势，欢欢喜喜。我讲我一定赢，是安那？我法律真饱，伊无法度甲我辩论呐。去的时阵，我直过去甲问呢，我请问，我今日是被告还是证人？用两个都是，我两个都是啊。啊，伊无写嘛，两个。啊，我对不起，你按照你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是被告。可以说谎，如果是证人不可以说谎。啊，我是哪一个？是安怎呢？因为中华民国的法律被告会当编故事啊，我若编到，互你相信，哎，无罪嘛。啊，但证人若讲白参哦，1年以上7年以下呢，我严重呢，他没讲。他抽在那边的六法全书啦，
说你不用翻了，我可以告诉你在第几页。啊，伊就伫哭笑啊呢，哦，啊哭笑，伊就搁甲我讲，没有啦，没有，这個、我也是奉命啦。啊，落尾安怎？无五分钟问煞啦。啊，问煞，我要离开啊，对。哎，林先生，不要离开啦，我们谈谈话嘛。叫华警提伊啊，华姐啦，我那想要过遐济，外口拢记者，太快不好了。没名啊，有影，我都要搁陪他聊天呢。这是中华民国法律。啊，果然无错，我等一本册予伊啦，就是我的第三本《台湾最终地位》第三册，内底拢原文啦、啊，为典范呢，加迄个高典范呢，迄原文啦、啊，判决甲原述拢总有啦，我交予伊，伊看到，这个我要翻译啊。我找到他，叫他去翻译好了。我甲讲，你甲讲啊，我你翻译两年都翻译不出来啊。内底专有名词太多了，你无读这個，你无法哩啦，真正无法哩啦。个人啊，这个案啊，哇，花差不多一年啊，也无结论啊。啊，落尾啊，有一个美国人直接弄，啊，你自身甲。阿扁的迄个代志，咱拢无结论。落尾啊，一张纸不起诉啦，安尼尔。我迄阵步骤较足多呢，啊，我足侪朋友，大家拢替我烦恼呢。各位，恁若有代志，拢杀我，我公开讲，我袂替所有诶代志。法律问题我处理，我真正看因这中华民国这法律啊，看伊过过啊。啊，我乃真好胆，我读国际法。希拉瑞今年六月三十就出来替我呛声，伊讲这问题爱用国际法来解决，你袂当用历史事实来讲，叫中国提出来。我甲你讲，实际上中国所有的学者已经拢赞成我所讲的啦。中国跟台湾没有情理法都没关系啦，已经挂给人了，卖灰了。问题是你台湾人自己说到卖白酒呢，根本来说、啊、中国的反应怎样、啊、跟中国是什么关系？要入去联合国一年都开几十万，一个人都了几十万去佚佗了又倒回来，我说、啊、你不用回来，你回来台湾，我跟你说中国干涉跟中国什么关系？开罗宣言是怎麼去出消？美国怎麼會不愛做？1950年6月25號韓戰爆發，中國派兵入去韓國，這樣美國用這個理由啊，將開羅宣言拿掉。因為開羅宣言簽的是條件，你中國不能侵略其他的國家。當時這個事情，美國的政府伊联合国有提出告诉，告讲中国侵略韩国，啊，中国的周恩来嘛提出告诉，十二月，敢那是二三啊，表决，美国无侵略台湾，是战争的关系嘛？但是美国告中国迄、那个中国侵略南韩啊，这个代志啊成立，美国讲好。你中国已经违反开罗宣言，所以1951年签约的时候呢，开罗宣言就不采用了。机密档案清清楚楚，当然啦吼，我是胜之不武啦，因为我机密档案好看，啊，大家拢无啊，啊，理由嘛足清楚的啊，所以在哪里飞？开罗宣言啊啦，免讲，迄就因为安尼啦。啊，有人开罗宣言无签字，甲无签字无关系。西方国家握手，算是无签字哦，握手安尼有算。所以经过咱这论述，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不管你对一个，拢肯甲你讲啊清清楚楚，互你来了解。
所以卖个灰啊！台湾甲中国绝对无关系啦。所以中国即摆已经改变啦。我两年前我都讲过啊。今日中国一定会铺红地毯，予咱台湾人去行，要甲你通奸，甲你骗。我对你台湾偌好咧，各位。中国人要避免就避免，你唔通想讲中国人对你真好。中国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宪法内底，到今日为止没有保障个人财产。所以你今日遐真好个来讲啊，明仔载要甲你没收就没收。所以你甲看，中国十大有钱的人啊，每年换七个啦。啊，迄七个叫换掉，迄两走去底。走去监狱呢，也去关呢。所以我跟你讲，这些媒体拢三日乌骗骗，什么遐中国人大 S 小 S 这种人共款呢？我跟你讲啊，你看我看我直接讲给你听，你看看，遐个假乎中国人讲富豪呀吼，你莫相信啦，免几年啦。所以咱台湾人哦，爱清楚。爱了解，爱有国际法，是啊，咱要今日民政府要将这个战争战场啊，甲刷去日本。咱日本拜这个靖国神社，要让全世界、全国际来了解台湾，让台湾人伫全世界站起来，是靠这点啦。当然啦，靖国神社呢拜咧个地。不知很准时，现在中国人会跳起来。当时，咱去靖国神社去拜这个，咱过去伫替日本人、替日本这个国家牺牲的39,100个台湾的英灵啊，62年来啊，无人去甲拜。咱做一个台湾人的后代，于心何忍？所以这边你若去参加去日本的，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带手机去，照相机要去，你要翕，这是历史记录，留好你的子孙。你讲台湾建国、台湾自治，我有几分？非常难得啦！我相信，当。美国、日本的外务省啊、外务省啊，来拜访我的时阵啊，伊甲我讲：“啊，你对日本即马有啥物看法？”我甲日本人迄两个日本的高官讲：“我日本的精英，拢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死啊，啊无就是自杀啊。所以你台湾，你即个日本留落来遮啊，真正毋是精英啦、啊，战争失败。”无啥物坏好谈，艰苦，啊嘛无啥物坏好谈，失志的。日本人战输以后，你大拢破去的。台湾人无战，无真正入去战场，啊台湾人半大嘛破的，是安奈破的？二八啦。1947年二八死几个，无人知。但是我讲一个数字，互你知。经过15年，1962年的时阵。迄当阵，台湾省政府的警，迄个警察局局长啊，到省议员的答复，有户口无迄个人的126,000。迄个时阵，台湾的人口是600万，126,000，啊600万，你甲想看讲，几个人死一个，啊，你一个人的家庭，若有5个、6个的时阵啊。你看那台湾的影响多大，影响到今日为止啊，还给你惊，真正打破去啊！各位，你唔免惊啦，我有讲过，我愿意徛伫上界头前，有代志拢是我，没有问题。2004年、2006年、2006年过美国到今日为止，我活得好好的。当然啦，美国有甲警告啦，讲你要小心啦，中国会甲你暗杀。我讲哦，即马暗杀我无效啊啦，暗杀一个林志兴啊，即马有1200个林志兴已经起来，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是真真正正的台独啦，就台湾一个人啊。我两个囡仔拢伫美国、加拿大、甲美国，就一个人啦、啊。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拢吃饱哎。所以我袂惊啦。啊，我嘛你讲，我的囡仔绝对不爱回插。因为可能有人会想讲，哇，你这么要做什么话？啊，后摆叫教恁囝各位，未啦，我绝对未做款个代志。插，教我去台独，要教予有能力个人，各位在座拢有机会啦。我绝对未教予我个囡仔。台湾上界害，就是我已经讲过，遐中国人，老爸一定要教予后生，后生要教予孙啊。永远教不出来，无管伊的能力安怎，所以我嘛定来甲咱这同志做伙讲，无唔对，我的囡仔头脑拢真好，我的囡仔读册真啊拢一百分，甲我同款。我甲因讲啊，你咧读一百分，咧无啥物坏，无秀啦，没有伤啦。我讲恁老爸足好读个呀，啊，你都迄个 DNA 真好啊，考一百分嘛是硬讲个，啊，所以拢真好读册啊。所以没有伤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今日台湾爱靠咱所有全体的人共同打拼，在你家己的迄个职位顶外去打拼。不管你做啥物，拢爱做得真好。我已经有甲各位讲报过，三一的日本大地震，日本人修秩序修甲真好呢，宁可。家己枵死嘛，要排队呢。袂讲像中国人拢抢啊，一个地震还是天灾地变的时阵，抢甲一塌糊涂啊。咱台湾嘛安尼，你敢知影？1945年8月15日，日本当时宣布投降的时阵，60几天，甲中华民国派军队入来台湾的进程，台湾无警察、无政府呢，60几天的内底。台湾完全守秩序，无犯罪，全世界震惊呢。迄当阵的台湾人，较现准时的台湾人，予中国人污染到款的程度啊！有当想想吼，很难过。今日咱坐伫这个所在去听论述，你唔通听遐，安就煞去。我要鼓励各位的，我今天讲的，你不一定要完全100%相信，你自己去给考证。所以我说那本书你如果没买，你会后悔啦。你一包粉买吃，一罐酒买喝，你就能买了，买给你的朋友看，买给你的学生看。新的台湾人的一代啊，是为现在开始的。台湾要变作一个水世同款的国家，甚至比水世国家好啊！咱这代有法度做到，咱这代台湾人头脑拢真好。咱除了1947年2月8日死的迄个10几万人以外，但是咱的品性坦白讲啊，非常好。袂歹嘛吼，家己鼓励家己嘛好啦。真的啊，我甲各位讲，你想看卖啊？你甲目睭起甲想，全世界无像台湾这款的民众啊，遮尔啊拍拼趁钱的呢。迄计程车司机，我足感动的。你唔相信？你甲试看卖，中昼时啊，啊未明明啊未食饭哦，啊你甲下来伊买去食饭啊，啊司机要走无？买啊，啊你免食饭啊，免啊，有钱好赚到。这是台湾人，台湾人足骨力的。我相信在座各位嘛拢同款。我要鼓励各位，就是讲，咱的道德观一定要有啊。过去日本时代，坦白讲，日本拄仔开始对咱台湾嘛真严呢。咱严的原因是一对，因为你无服从嘛。咱战争，咱去用挂去予日本，变作日本的土地，咱日本人嘛真客气呢。给你2年的思考期，对2年内底，
你若不爱做，我日本人会使，你财产袂卖，转去中国，又答应你啊。所以迄个两年内底，1895年6月17日，时政开始政治，日本开始管的时阵，互你两党去思考，有1320几个卖财产转去中国，但是各位啊，半年无够，1/3佫白倒转来。我们到台湾来做日本人较好，因此呢，日本拄啊开始，伊从会先甲咱做甲正好，都市计划，台中的车头上好迄个样板呐，迄当阵设计车头，甲今日还阁有法度用啊。台湾以前的迄个排水啊，是一塌糊涂呢。现在是台湾这大都市的排水是日本人设计的，各位，见笑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在见笑呢。我不是说日本人真好，现在日本人也真差，我们听人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比日本较好，所以我们去拜这个靖国神社，我跟你说，日本人要检讨啦。不怪日本政府你跟我问两次，说你是100个还是10个，我110个，我讲靖国神社这个参拜，一定是变台湾地位的战争在迄个所在开始啦。这场拜落去，规个日本会变过，台湾这边啊，因为教育的关系啊，但是一定嘛有真大的震撼。所以你若去日本，你若参加的人啊。爱守规矩，暗时袂去饮酒。我先讲啊，到最后一天会予恁去免税店、电器街去买，其他拢袂当出去。最后以外袂当乌白穿，因为足惊你哦，一日一日欢喜去饮酒啊！我甲你保证，遐狗仔队绝对甲你翕上来。伊袂甲你讲你祭拜靖国神社，伊讲你遐饮酒作乐。所以要去的你要讲哦，这是历史上真重要台湾的责任交予你呢。我袂当去，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国民，我无护照。我会声明，我甲美国声明，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我无护照，所以我家己关伫台湾，啊嘛是等于你美国政府甲我关伫台湾。所以我要再告，美国现在真怕我们，我说我有两个事情要再告，现在已经同意我们做身份证了，身份证够有够？没够啦，欠什么？护照。我跟他说，琉球，你在美国法官的时候，琉球是拿美国军事政府的护照，样本我也有啊！我等下的台湾和中华民国代替你美国来甲我占领，啊！我竟然去领中华民国的护照，啊！搁可以叫伊做兵，啊！搁去缴税，欺侮处理啊！当然啦，咱的抗议有效无？有效呢。美国国务院讲，恐怖组织三大条件：第一，唔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你自己说的。第二，有武器，你不让中华民国武器啊。第三，在当地征兵，中华民国你给我们征兵啊。所以三年前开始在搞啊，有效啊。现在马英九有宣布啊，2014年，中华民国台湾人不用去做兵啊，改成募兵，募兵也不行你。募兵也不可以呢，我给你占领啊，你爱来给我做保镖才对啦，你爱来给我顾啊，啊，谁叫你占领？我占输你，我承认吗？你爱来给我顾，你袂当害我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啊！所以你讲，若中国打台湾，美国会出手啊？100%绝对出手。我跟你讲，台湾关系法清清楚，但台湾关系法我是反对的。台湾关联法里面写什么？The people on Taiwan，
啊，夭壽啊！他都我讲，咱本土台湾人叫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两个翻译起来，拢总做台湾人。马英九就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住伫台湾即块都顶管的人啊。但是伊毋是 The people of， 是本土台湾人。所以马英九即摆宣布可能要签和平协定，够意。马英九100%一定当选了，那准伊选举了。所以他现在先跟他说时到他如果他去做，但是呢美国战胜他做，我也战胜他做。为什么？我跟你说一个理，上海公布说什么？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 acknowledge 得知。再说一次，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同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美国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什么意思？所有的报纸虽然翻译都认知了，各位你只见中华民国中国的日本你边看有认知这两字吗？ No， 没有，没有认知，只有认知这两字就对，在日本的字典里面才有认知啦。所以这两字 acknowledge 我跟翻译做什么？得知啦，听到了，美国人听到了，听到两边的中国人啊在说啦，啊咱什么人？所以你来看，咱是台湾人，咱不是中国人啊。所以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那是他们家的事情，中国人的事情啊，跟咱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关系耶，你别自己自作多情耶，跟你没关系啊，你自作多情要做什么？6月29埃克法签哦，反对哦，大家反对哦，尤其台联推下面的，刚才开始的民进党也推下面 也反对，美国才跟头跟他说啊，你是推啊签比较好啊，为什么签比较好？签了有两个层面，第一埃克法爱受 WTO 的管制，当然中国反对了，他说我是国内的，然后你说国内也没关系。第二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和解啊，跟你台湾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啦，啊签签的和解以后呢，中华民国人回去有什么不好？美国在安排啊，啊你台湾人看不啊，在反对啊，你们在反对什么意思呢？所以和平协定若签了更较好，两边的中国人已经没有内战了，没内战了啦，他可以安安心心咱给送他回去啦，用飞机的时候哦送他回去啦，但他要改买票了。但说的是实在啊，美国也赞成他签和平协定，我跟你说别说美国啦，我跟你偷说一个秘密啦，当年啊1996年1994年的时候啊，国统纲领啊李登辉啊，我公开说啊，李登辉当时就叫谢龙胜啊，以前的国台副议长啊，含我啊，从国统纲领啊去到毛泽那个江泽民啊的中央办公厅啊，上一面要谈判，谈判的基调有一点就是要签和平协定。我亲身参与啊，当然谢龙胜现在已经过身了，他就在我的中风了，1998年中风了，中风以后我就没法回来，所以我去到中国不能回来，在那差不多4天了，但是我有坐15天的牢狱，他是一直要将我的好啊跟我合并，我没来啊，找空找空，所以中国人是夭壽厉害，用假借条说什么人借钱给学校啊，我学校因为有一间学校是买旧的啊，买旧的你市长你省长已经做成说已经都还清啊，啊后面又出现借条说叫你行啦，啊不然也不行啦，哎呦林董为了国家社会的稳定
未输我公家机关呢。安尼讲爱行，各位，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埃克法和平协定签对咱台湾有啥物关系？我个人嘛赞成伊签嘛。你台湾人甲中国人无关，问题是你台湾人行来，你叫是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你逃未开啊！到今日为止，逃未开啊！美国已经甲你揪甲遮开啊，你家己搁外去。比如讲，你不要靠过去，啊，你搁外去。蔡英文，你都也要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渐渐法、国际法来讲，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啊，即马甲你讲。啊，蔡英文哪条吼？啊，伊就宣布吼脱离中华民国。各位，哪一档脱离哦？陈水扁就脱离啊啦。连续二十一档台湾人执政，你伫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宣誓，讲我要做中华民国总统。啊，你要讲要将中华民国宪法甲变掉，全世界无一个宪法会当消灭伊家己个。你咩啊脱脱？绝对无可能。阿扁也讲一句话足经典诶，伊无甲你讲详细啦，伊讲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李登辉做总统做十二冬，伊都无法度啊，我阿扁也当然嘛无法度。卖讲你阿扁也无，所有人拢无法度啦。你伫伊诶宪法内底选做总统，你才有法度。啊，有人讲啊，系啦，安尼马英九会调呢？马英九会调未调？我毋知影，但是我甲你讲，我自必要求美国停止选举。停止选举要有动作，靖国神社必开必去拜啊！不是干那咱的主意尔啦，我无遐敖啦。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要求，咱甲配合啦。我甲你配合可以，配合了后，你中华民国甲休息。咱拢是台湾人啦。咱唔免受中华民国的管制啦。中华民国，你照古籍，照迄个一般命令第一号，你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以后啊，你就爱赶紧管落去，叫阮去做兵，叫阮去缴税，去有处理。所以过去叫咱做兵的，这个人后摆民政府要甲伊送去法院啦，军事法庭审判啦。到迄个时阵，台湾民政府是台湾人的政府的时阵，迄个人台湾就有主权啦。你即马甲你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迄是甲你骗的啦，政治口号啦。你想知影？我甲你讲，饭店是住伫饭店的人的，啊，台湾住伫台湾即块土地顶管的人的。No， 你没有所有权状。你老早挂号呢？你挂号日本天皇啊！所以这边十二月二三是日本天皇七十八岁生日。迄天，咱这一百十个人会当看到日本天皇。二一还是二二？因即摆哩盛大安排，要去靖国神社，要去读祭文。我祭文拢写好，但是我甲各位讲。我志文啊，写一段我写袂落。六十六年啦，台湾人为着日本牺牲，因为咱是日本的国籍，尤其是原住民的同胞啊，所以我想来讲哦，哪阵有一天，台湾民政府接管，这原住民啊。土地要还人啦，而且呢，一百二十万的原住民，剩今日剩五十一万啦。伊若生一个原住民，民政府补贴为一百万，加一百二十万为止的，你拢有赞成哦？这个拍破拢有定义哦，我跟你讲，你死靠唔通甲骂呢哦。所以咱需要共补偿。过去用一支针去讲原住民骗七家的土地的故事啊，
未当搁再定谳啦。后摆原住民的所在就是还自治啦。人伊去哩过山，去哩过原始的迄个森林，他袂讲啊，咱嘛无法度。咱伫台湾这个平地生活的人，你叫你爬山哦，你讲迄赛格克、赛德克巴莱啊，吼，迄山顶伊敢那行路，敢咱爬到要死，人用背咧。哦，迄阵你来去看，你有去看无？有看牙齿我看麦，伤少啦，你嘛拜托诶。啊，甲我去讲原住民讲几波，你也无去看，去看啦，开一撮仔钱尔啦。哦，你毒迄人头哦，刺激咧，都背咧，啊头都落咧，啊，佫有迄镜头啊。啊，原住民足趣味诶，我感觉。伊从你个头剁落来以后吼，伊从你个头摸去因兜呢，坑诶，用肉。伊食肉诶时阵，甲你食肉呢，啊，啉酒甲你迄个人头啉呢，死去以后变做朋友。诶，即款文化毋知啥物文化，我也想无。但是呢，因足故意。迄一天咱原住民想诶时阵啊，有一个代志足趣味诶，一个原住民。诶，冬至啊！伊甲我困到哩，我困伫307吼，我已经会困13个。啊，两个吼，两个要困的以前哦，安尼歹势歹势，甲我问讲哦，秘书长，我可以问你问题吗？我可以啊。欸、我们组长要我问的，讲因咧组啊，伊啥物组？伊是迄个排湾组啊，最结束吼。我们组长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台湾民政府会不会派我们去打仗？啊，阿美珠，我讲啊，哇，迄感冒我笑一下，遐么袂困嘞？我就笑，我讲哦，不会啦，我什么打仗？我即摆建军，那就派力量开修建，即摆建军免派人去啊啦，即摆建军啊，按落按下就解决的啦。现在真正哪有派人，没那个事啦，美国也没你派人，你看现在无人飞机呢，无人驾驶的呢，啊，给你丢炸弹，给你创什么，啊，派人去打仗，没那个事啦，后面要打仗，给美国人去捡啦，他捡了，他要去给人捡啦，咱就要用美国呢，咱是建书呢，自己啊，咱没建了，你建了建书，建书，我马上我建书，你要给他保护啊！美国遐尼啊强，美国遐尼啊侪钱啊，伊有编预算要予咱呢，叫做重建基金呢、啊，400几个。当然爱赔咱的钱啦！你当时有甲轰炸总督府呢？迄总督府伫台北，迄总督去予炸一半条，你知毋知？你有相片，你有去看？啊！全台湾各地拢去予轰炸呢！你等下有机会，你问何瑞元。何人对这个轰炸伊嘛真感觉真歹势，免歹势赔就好。啊，就是本问题来啦。比如讲我赔你啊，啊你人伫倒，你人伫倒，这个人够有够，爱4000个啦。奇怪吼、哦，近摆你演讲拢看拢几啊百个，啊你受训拢是80个高位啊，4000个我的吼。上少爱搁50支啊，实在是买命嘞！啊，你嘛斗三工吼、哦，找一家优秀的来接，不过即摆真好，即摆目睭看起来拢真少年，欸，这真无简单啊！过去独派吼，伫、哦、运动的时阵拢老岁仔较侪，即摆无同款啊！即摆你唔相信，你去 Facebook 去甲看卖啊，咱的网军哦，所向无敌啦！我有当和咱的网军哦，支持咱的网军哦，安尼20-30个在食饭哦，确实，哇，比我遮厉害呢。因即马查吼，你毋通叫是讲我日记拢记啊清，因即马记啊足清楚的呢。我安尼台湾有希望啊啦，真正台湾有希望啦，因为咱这网军，伫各个不同的 Facebook， 一日做5000个，各位。我相信台湾一半以上已经知影咱的论述了。
啊，我嘛敢甲你讲，咱的论述是唯一解救台湾的论述，就是法律论述。咱爱去甲咱的后代讲，甲咱的后代鼓励，咱这尼啊细，2000万人尔尔。咱要跟美国对抗，要跟日本对抗，要跟全世界对抗，只要用万国公法。当年版本龙马，因为他用万国公法建立了就美国跟英国那当中对他的黑船、啊、对日本的侵略，没想到说今天21世纪，咱台湾人要用万国公法，用自然法来救咱自己。不过这就是咱国家真小，咱人少，但是咱头脑真好，会当利用国际上的法律来解救咱家己。你甲看，耶稣基督嘛有讲，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未讲未无迄个魔鬼啊，无倒来拍倒真理。所以这个论述，这个论述绝对是真理。所以咱有宗教课，我相信咱的当牧师虽然是牧师，伊无反对其他的宗教，什么宗教拢无要紧，卖迷信，但是你要相信真理。你包括国民党也好，国民党我一般拢讲叫做中国国民党啊，啊民进党我拢叫伊中华民国民进党啊。我讲的事实啊，我无甲恶意的甲伊。诽谤呢？当中第一条提出来看就知影。啊，你问伊咧，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华民国民进党？这两个党，你要选什么党？绝对不会选啊！我拒绝选啊！我要甲美国讲，我拢拒绝选。你爱来动，而且你爱将中华民国赶去金门马祖，已经讲啊！各位各位，两个月前 AIT 无代无志宣布讲哦。金门马祖是中国的，有无？就是你准备啊啦，啊无代无志50-60年也歹讲，即马甲咱讲，因为配合咱民政府啊，你该离开了啦。马先生，你若要做总统，我们不反对啦，请去金门马祖。当然啦。我金门妈祖嘛，足侪朋友啊！哇、哦啊，你敢赶来遮，我免啦。你可以办移民啊，来先来办台湾民政府的居民身份证。恁来受，我有送你《公民权利法案》呢，迄本真重要。我甲你讲，你毋通碰见，你碰见后，你就考我，我来看。所有代志拢照法律来，后摆台湾民政府所有代志拢照法律来。什么人拢无他机会啦，绝对无红包啦，拿红包了了呐，清算。我甲各位讲过几啊摆啊，但是每一期我拢爱搁再度的重申，民政府后摆两个刑尔啦，第一清算，第二鞭刑。鞭刑什么意思啊？拍尻川啊！你唔当叫是拍尻川无代志啊？咱小孩拢定去互拍，对不对？我初中还去互拍嘞。刑法的鞭刑，你有爱看？等下再来互你看。迄若摔一下吼，我甲你保证，你的尻川皮会变作四块。你看，喂，一般来讲吼，拍五个吼，已经挡袂牢啊。啊，若拍五个吼，爱伫眠床顶趴起困吼，趴一个月啦。啊，若五个还袂。刑期还未满呢吼，一个月以后，佫转来佫拍。你若去要判二十个吼，五个一礼拜，哎，这个一个月吼，安尼爱拍4礼拜，四个月啦。我唔相信你要佫犯罪啦，你佫犯罪嘛？无要紧啊，安尼咱没有监狱，奈你犯罪，我佫甲你饲，食较歹咧，我甲你讲，食家己啦，变形。全部改观，你强暴，你强暴女性，鞭刑。我唔相信你要我都强暴，
我甲你保证，迄当台湾治安非常的好。日本时代台湾的治安非常的好呢。你讲你也无偷咯，我政府替你找偷咯。老年年金1200块，美国嘛安尼提啊。啊，你记啊，1200块美金啊。美国摕1200块，咱这边美国的占领地，你摕偌济，我要摕偌济啊。啊，你哪有钱有啦？来，美国我的港口租你。夏威夷就是安�尼，的收入50%拢是租军港给美国的。啊，你我奇怪呢，啊，国家给你租军港多爱钱，哎，哪来面子？使用者付费。哎，全世界拢安尼呢，干那这个澳大利亚中华民国无咧付钱给咱的呢？伊讲我给你占领啊，歹势。民政府是因为战争法里面的规定，我老板是自己做政府以后，啊，你说当时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跟英国将伊拉克打败，伊拉克马上成立20几个平民政府，啊，美国要跟对一个，要跟对一个，我给你保证100%跟咱一个，是怎样？咱告美国第一点，第二点，伊甲咱要求咱去设置华盛顿地区，设置便便伫遐哩等啊，签等下就煞去啊。所以你即摆要去设平民政府啊，要来甲咱抢啊，已经太慢了。50-60年你也歪去抢，咱一日出来要来抢，啊，伊即摆开始攻击，要攻击人，即澳波中国人就是讲两波尔，甲你钱的攻击啦。查某的攻击啊！中国澳博的这方无中生有，伊将你的 reputation 啊、人格啊，拢从先甲你消灭。所以我有主讲啊，我2002年6月29日偷渡金门登来台湾以后啊，我拢规矩矩，逐天都带你出来的，唔爱出来呢，无做生意呢。所以坦白讲，我真感谢我的小弟。啊，我的小弟公司一个月80,000块加支持，实在讲不止80,000。过美国的时阵绝对无够钱，迄开几千万。啊，我就去玩小弟多。我你要救台湾？要啊，啊出钱。啊，所以啊，有一天阮小弟来吼，大家给拍破啊。好啦，我会讲互听啦。啊，伊讲你毋能够较好钱。咱台湾民政府吼，是完全照规来，毋是强傲的。咱无刀，咱无枪，我嘛袂革命，我用法律甲你引落刀。咱若成功啊，我甲你讲，改写世界纪录啊，用法律建国。还无足爽的吗？当然，爱大家人支持，爱美国来支持，爱日本来支持。这边的靖国神社，我跟你讲，我绝对将日本人拢救精神。啊，台湾有一部分人要来救精神。身份证发落去，门口开始要排队啊啦！你免烦恼，讲你17届，后摆哦。上多100个排队，下一次再来，你排到1年后吧，一定的。不管你什么人，我有见讲过，什么人想要在民政府就职的受训，什么人想要来替台湾人做代志的受训，而且受训就会看起来就啥规矩。诶，我第一期的，我先跟你讲。欸，我嘛一只坐呢，我第一期我真正一只坐啊。咱的议长嘛第一期啊，遮几下拢第一期啊。遮人敢拢阿达嘛狂鼓励噶，开钱每一届啊，搁交3000块啊，无一届例外呢。我感觉戆啊，因为我不爱食饭嘛，爱食饭当然爱交钱嘛。我不爱占人的便宜，因为后摆讲占便宜，阿讲咱贪污啊。不得了，
我要甲各位鼓励，咱大家拢同款。后摆伫台湾民政府的法律的面头前，伊就真正平等。所有的工课，不分高贵还是低贱，大家拢同款。我爱再三强调，你若好大敢贪污啊，因为在座各位拢有真有可能叫政务官啊。你若敢贪污，我绝对无客气的。啥物人拢同款，畸形。无关什么世界人权啊，那袂使的，无迄个代志啊。因为你所贪的是全台湾人的钱啦。啊，那迄个时阵啊，相信台湾啊，治安也真好，大家生活也真好。希望讲大家人拢同款，上班十个月有两个月当去佚佗，带全家的人到处去游山玩水，去国外去行，安尼无真好吗？我相信在座可能我一半以上拢捌出过讲，后摆这个证拢会改啦。你爱有机会，大家拢有机会啦。你做后摆民政府的主席，会当去国外佚佗，你嘛会使去国外佚佗。民政府的主席不一定爱坐车呢，骑脚踏车嘛会使啊，啥来袂使？啊，无较大啦。咱的观念爱变。世界在变，咱嘛爱变，咱有国际观。所以我常在想，要用什么款的方法，让咱大家人的思想会当开阔，袂自私，你要靠教育。后摆台湾人的语言是要用啥？当然无话讲，一定是台语台兴啊。第二个就是英语。啊，若照国际法来规定啊，咱爱日语做咱的母语。但是不要紧，因为现在电脑也很发达，你说台语可以马上翻译日文，那都很简单的事情。啊，如果日本人在说英语，实在不敢说话了。啊，跟日本人在谈判，我跟你教很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你知道吗？说英语就好了，说英语就导航了。R-E-U-A 那个音发的那个英文也好笑啊！日本人才听有尔，日本人讲的英语，日本人才听有啦，咱听无啦，啊，就食伊过过。所以后摆要甲日本人谈判，讲英文，这是秘诀。所以我有甲在甲日本的外务省、外务省这些人伫讲话、伫谈判的时候，若甲闹两句话英语啊，因都无法道理的呢。啊，有效啦，真正有效啦。啊，今日呢，我可能到这个所在啊，这节课要来结束。今日因为那蔡总理哈，伊既闭幕式应该是蔡总理啦，但是蔡总理吼，昨周日啦，昨周日啦吼，收忝，我有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目啦。哦啊，昨吼伊嘛当家。下晡吼，啊挡袂牢，啊先转去，啊所以今日等下迄个闭幕式吼，来请咱的迄个议长来主持。啊，稍等下要翕相啊，我甲各位讲，虽然你毋是十七届，你嘛会当参加十七届翕相啊。因为吼，这个翕相吼，第一是纪念，第二呢，美国会甲你看，哦，这個、人哎。欸来三拜，这人来四拜，翕相。但是你袂当抢十七届，你袂当伫十七届头前，你也伫个后边。你还会当翕啊，但是你后边上翕愈多啊，对你无歹处。翕相免开钱，会当翕啊。哦，啊，今日呢，我的课要甲这个所在要结束。啊，这个结束的时阵，要甲各位讲，迄本册《新台湾》。新台湾论啊，这本啊非常的好，不是我甲你学咯。我有阵想想哦，我感觉讲，我若搁再一摆写新台湾论哦，我看我都写个真好，很难呢。我感觉这种天地帮忙的，我有阵文章写下来吼，变过转来去看的时阵哦，嘿，我那我都写真好的文章啊，实足了不起的呢。
欸，我不是说我自己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我写下来，隔天刚起来看，你这是上下来，我的名字。所以我感觉说有很多写的文章真的是上天的意思，所以我说这本书你来读来看，对各位只有好处没坏处，都没黑白说啊，都属实你能查证啊。今天呢咱无要下课，马上就要毕业典礼。毕业典礼，院长甲咱讲话以后，到楼下随翕相。若要去日本呢，爱甲后壁迄个潘信行潘大臣报名。最后一定爱签。你袂当讲，我即次袂使，歹势，对此拢袂使，拢爱叮嘱，因为大家设置拢会同款，安尼好冇？安尼无，咱来拜托迄个啊做书记吼。来从这节课来结束，来请那个张议长来主持这个闭幕式哈，谢谢各位，谢谢。给你，立正，行礼，再次感谢咱必须。